打发环视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。老师今天要教客家话哦。第一句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我先回去啦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爱还有事情而盼，我还有事情，就是事情。爱还有还有事情而盼，有事情要办哦。先转来去嘞，我就先回去啦。转来就是回来，那再来这转来去就是我回去啦。哎呦，排泄排泄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呐、啊，排泄，麻烦你走呀转，麻烦你跑了这一转。哎，就是跑了这一趟，麻烦麻烦你走呀转。对啦，哦，那不用送啊，不用送了，请留步。嗯，是松，嗯，是松，都呀秋后，都呀就是到这儿，这里就好了，不要再送啦。都呀秋后，哎呦，给就唔送咯，那就不送咯。张来了，很客气吧？好，我们来听陈丽红讲给你听。我还有事情要办，我先转来去了。拍摄麻烦你做要转。哦，不是送哦，都要做好。给书不送咯，送来了。再见。哎，很多客家朋友哦，礼数特别周到，很客气的，所以你可以学这句话哦。哪句话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啦，请留步，不要送啦。拍摄拍摄。唔是松，都呀秋后，跟着念哦。唔是松，都呀秋后，这句话非常好用咯。今天徐薇老师教到这了，安之 C， 拜拜。